So we'd like to hear you very much, Jack, hear your comments today. Welcome. 谢谢大家，谢谢 Margaret。我在两年前到这里来，上次是用英文讲，所以这次我用中文讲。也特别感谢 Stanford 感谢所有的朋友。这个我是昨天在洛杉矶参加 TNC 的 Nature Conservancy 这个会议，今天可能是我在当 CEO 还有没几天了，这个结束之前的。 最后一次，对，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啊！我坐在下面在想，没有 Silicon Valley， 可能就没有阿里巴巴的 Dream， 啊，这儿还有 Duncan 这老朋友，我们很多朋友都已经相处了十多年了。我自己坐在下面在想，就是这真是个很有意思的时代，王坚刚才在讲我的那个故事，那是个真实的故事。 记得那个96年、95年，我是晚上骑了个自行车去上班，在杭州，在文二街，黑乎乎的看到几个人在偷那个窨井盖。我也没什么武功，对吧？这么瘦，一看人家个子那么大，我一看冲上去，估计打不过人家，我就骑了个自行车到处去找人，看看有没有警察。大概5分钟以后，我没找到警察，但是我还是因为我脑子里想到那个窨井盖，前几天有个孩子。 掉进那个窨井盖里，啊，窨井里面淹死掉了。我觉得 somebody has to stop them， 所以我就回过去骑了个自行车，人还是跨在自行车上。我说你们把他给抬回去，然后他们几个人看着我一眼，我想这时候他们冲过来，估计我也跑了。但是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我说你给他抬回去。这时候突然来了一个人出来说你说什么？哎呀，我看有人帮忙了，我就说。 他偷阴茎，他们这些偷阴茎杆，必须给他拿回去。后来我聊得很激动，看着边上有个摄像机，原来他们在搞一个测试。但是那天晚上，据说我是杭州唯一过了这个测试的人，其他人走过就没有经过。我想想这个还是蛮有意思的事情。有的时候世界在发生变化，如果你不自己采取一点小小的行动。 这个变化跟你没关系。如果你参加一点行动，你就可能是这个变化者的受益者。所以那天我这个后来他们拍了以后，放出来的结果，杭州电视台放了，现在这个片子现在还找得到。放出来结果，所有人说马云看起来像坏人，那几个偷的人是好人。这是第一次上电视台，没经验。 第二次上电视台，现在外面好像有部片子也拍，就是中央。我第一次上中央电视台节目，是东方时空，就老百姓的故事。我不是一家家去跑国家的体委啊，去希望他们用互联网嘛，被拒绝了。那个片子拍完以后呢，这个，满豆也是现在已经过世了。东方时空的制片人叫陈芒，在审片的时候跟导演讲，这个片子不能用，第一互联网很敏感，第二马云看起来就像个坏人，所以不能用。 这么多年来呢，从小到大从来就没有人说过我能干，说过我们聪明，说过马云你有一天会做成什么事。但我真觉得很好奇，居然还走了那么多年，而且居然还活着。我从95年年初90年年底我就开始做互联网，中国其实商业应用做互联网的生意，我应该是第一个。我比银海威其实早半年。张树新在北京。 东关村写了一个《中国离高速公路多远》这个牌子的时候，其实我已经创业了半年了。我去看了他，他今天是不记得了。我在北京在他那时候一个什么大楼里面，他当然有钱，我们那时候才5万块钱，对吧？跟他聊了半小时，我觉得互联网第一定有希望，但是希望不一定不在他身上。他比我想的更现实，因为我自己觉得如果要死。 他一定比我死得早，我只要成为死的最后那一个，我就有机会。稀里糊涂的走了那么多年，我是觉得是感恩这个时代，感恩互联网，感恩在这路上很多很多的朋友，当然特别感恩的是 Silicon Valley 给了我很多的 inspiration， 这是真话。96、95年开始做互联网的时候，在中国是非常 lonely 的，所有人认为你是骗子。
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当然我是说不清楚自己在说什么，因为我不懂计算机，完全不懂技术。但是每次到 Valley 来，总感觉到你看礼拜六礼拜天在所有的 parking lot 的停车场里面车都是堆满，每次晚上回去都堵车，甚至周末你在所有的大楼看见的全部是灯光透明，跟人家讲每个人眼睛都滴绿，充满着未来的遐想。所以回到中国呢，总觉得哎呀，人家在干那么多，我们也应该弄点什么事情，然后就开始做互联网，以至于胆子也越来越大。我记得2001年、2002年，我忘了，我第一次去哈佛去讲，那时候还以为自己很成功，哈佛请我去讲，我觉得去哈佛讲肯定很成功了，对吧？所以我在第一次在哈佛的一个也比这个场地还大的地方讲那个为什么在中国互联网我们活下来，2011年在哈佛讲活下来，真觉得现在想起来好幼稚，无知者无畏。我讲三个原因为什么活下来，其实这三个原因还真有道理。第一个，我们没有钱；第二个，我们不懂技术；第三，我们从来不规划。当然那时候教授，哈佛的教授，学生，教授听得很生气，学生听得很高兴。那个演讲我估计应该有录像，也蛮有。我是真讲，我说那个教授说你 Jack， 你 introduce yourself， 在你的 bio 上面没有写到的你。我说我其实没有写到的第一件事情，我申请过是10次哈佛都被你们拒绝掉了。啊，第二件事情，我觉得活下来这三，因为什么没有钱？我们真没有钱。啊，那时候做互联网，你像我一直是当老师出身，后来去。这个自己创业，然后到外经贸部工作，也就拿了4000块钱一个月工资，那算是临时工。所以开始创业的是5万块钱，我们花任何一分钱都有可能死效。我的竞争对手个个比我强，所以我后来明白一个道理：很多创业者死掉不是因为没有钱，而是因为太多的钱。因为你觉得用钱去解决问题的时候，这个你的问题已经来了。我认为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钱只是去解决问题的一个重要的手段而已。所以很多人说我有钱我可以干这个，这个人基本是失败，从这一天开始就是失败的开始。所以直到今天为止，阿里巴巴可能是中国互联网也是全世界互联网中这个现金储备算比较多的一家公司，我们依旧保持这样的一种风格。我们希望我们永远懂得这个，我以前好像很多年前我讲过，钱啊，一家公司的钱就像一个国家的军队，不能轻易动，但是一旦要动必须得赢。这个钱不能乱花，以为有钱都解决问题是肯定，所以我们形成了好。第二，我们没有技术，我不懂技术，我真不懂技术，我到今天为止还不明白 coding 是怎么回事情啊，我到今天为止这个还是这个不懂这个互联网到底这个技术是怎么搞出来的啊，包括这，因为但我觉得不懂技术不等于你不尊重技术。在阿里里面，可能技术人员跟我吵架，我觉得我回忆中14年来从来没吵过架，没法吵，对吧？我们没法吵架。假设我觉得对阿里来讲的工程师悲剧是一个 CEO 完全不懂技术。最幸运的是也是 CEO 不懂技术，如果 CEO 很懂技术，天天坐在你边上，你活也干不好了，对不对？我告诉你应该这么干，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干，所以呢我很敬仰的看着他们。到今天为止，我对我们公司的工程师我是非常敬仰，因为没有一条代码是我写，没有一个 coding 是我检查，但是他今天影响了成千上万的人。我觉得是他们把这个所有我们那些空想变成了现实。我是 show my great respect， 在座的所有工程师是你们改变了这个世界。我们说 vision 不变成现实，一分钱一毛钱都不值。你只有把它变成现实。所以呢，工程师在我们公司里面，一直以来所有人认为阿里巴巴是没技术的，原因是什么 ？Jack Ma 没不懂技术，怎么可能有技术呢？讲的也有对，但所以让我们很多公司的工程师受了很多委屈。但是我觉得也有人问过我这句话，马云你不懂技术啊？王石好像不懂技术怎么去管互联网公司？我说王石，你们是房地产公司，你会造房子吗？
这是两个概念。外行是可以领导内行，关键要尊重内行。因为不懂技术，我变成公司里面技术产品的当时年的唯一的检测者，我来检测这个东西管用不管用。因为80%的人跟我是一样的，我们敬畏技术，但我们害怕技术，只要管用就行。如果马云说不会用，这事儿再好都瞎掰。所以呢，前几年的阿里巴巴的产品，我们帮助中小企业做电子商务，如果这个东西很复杂，要看说明书，根本就没法活下来。所以我那时候是一个产品的测试员，其中一个原因我为什么退休，我现在连测试也不会测试了，真是发展太快了。我发现更多的年轻人做即使测试也比我干得好，那你还吗？干嘛还去当这个 CEO 是吧？所以我知道自己 too old for internet for new technology， 不懂技术，尊重技术，欣赏技术，敬畏技术，特别是技术重要，但技术背后那些人显得更为重要。因为没有这种 belief， 这种技术只是工具，如果有这种 belief 的人，这些技术就变成生产力，就变成创新，变成影响社会。所以我们不懂技术， I feel proud， 因为我有另外一个心态，我相信中国世界不缺技术，缺的是对技术的欣赏，对技术的敬畏。第三个，我们没有计划。这个我真没有写过 business plan， 大概就一次，还没有准备开融资的时候， Raymond Lay 也是我从 Valley， 我们晚上酒喝喝吹吹牛，他跟我回国去了。然后呢就写了份 business plan， 像 raise money 在 Silicon Valley 被一个风险投资说 no， 他说你得给我写份这个不对那个不对。从那以后我就没写过 business plan， 因为95年96年97年你想写 internet 的 business plan， 要么你在欺骗投资者，要么你在欺骗自己，你根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有些风险投资要你写的很 detailed plan， 你怎么可能呢，对不对？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找 MBA Stanford MBA 可以写这么漂亮的，管用吗？不管用。把 plan 用行动写出来才是管用，对吧？所以呢，我后来觉得 plan 就不要写了，我们人生就是一个 plan， 慢慢的执行，拥抱变化，变化是最好的 plan， 但是你自己不要丢掉你自己的方向感。所以我们这么多年来坚持的这些，当然今天我也告诉大家，很多人听话听了一半，我在哈佛说 I never plan， 我没有说 we never plan。CEO 没 plan， 可以，我们的所有的公司其他人是有很好的 plan， 所以后来很多年轻人提了哦 never plan， 他们也不 plan， 不行，还有人要 plan。 所以这是我们这个公司的，但阿里其实也很简单，我从没想过马云会有今天，我没有从没想过阿里巴巴有今天，更没想过淘宝会有今天，支付宝会有今天，我绝对没有想到中国互联网有今天。真心实话，今天就是把马云的财产99.999%都拿走，我觉得都拿走，剩下0.0001%，我觉得 it already too much for me， 因为我这个人是没有机会成功。做阿里巴巴，尽管我跟团队经常讲我们会有 future， 但是我没想到会这么大，远远超过了我的想象。所以我在想为什么我们为什么有今天，其实我们处在一个很好的时代，尽管今天这个时代很有意思，这个时代是抱怨最多的时代，我们说这是最好的时代，这也是最坏的时代。这个时代 nobody is happy， 在中国，在世界可能也差不了多少，你比一比会好很多。你跑到美国，你觉得美国这不对那不对，中国更好，在中国说这不对那不对，美国更好，对吧？在中国是政府不相信人民不相信政府，媒体不相信老百姓，老百姓也不相信媒体， Nobody is happy， 穷人也不高兴，富人也不高兴。因为为什么我们处在一个变革的时代，前30年中国经济的发展，我也相信邓小平30年30多年以前下这个决定，也没想到中国会变成这个样子。
三十年以前的企业家根本没有想到今天他们还居然能够这个样子，中国会变成这样。其实中国已经发生了 amazing 的变化，三十年前的中国比今天的北朝鲜好不到哪儿去，可能更糟糕，但是这三十年发生变化。但这三十年我们也没想到经济那么快，这三十年没想到环境会搞成那么破坏，没想到人变成那么浮躁，没想到人永远变成永远有钱的人开始希望更好，没钱的人希望更有钱。未来三十年中国也处在这变化的三十年中，但是任何一种这种时代的变化，任何这社会的矛盾，任何这种都是年轻人的机会。如果这社会不变化，在座的人你们一点机会都没有。如果按照不变化工业时代再走下去，我们轮到什么？人家是爱认知排辈，轮不到你什么机会。只有变化才是年轻人的机会。我这个人性格之中喜欢挑战变化，可能我爸这个从小希望我专注一样东西，但是呢我永远没专注过。我认为不专注就是一个最大的专注。他让我写书法，我是甲骨文式的书法啊，我是自己自成一套，因为实在写得太难看，所以我现在我的字写得像画画一样，因为正规写法永远写不过别人，我就画画，反正是独特的，你想怎么画都可以。原因是什么？我们必须去适应这个变化的时代。你只要有心里面，因为有些变化不会有多大麻烦，你不变化一定死，没有机会，你变化了也许你还有机会。所以我是感谢这个了不起的时代。我们有时候很后悔，我小时候男生小时候总在想，哎呀我怎么没生在战争年代，三十年代我可能是个将军，哎呀是战争我会干什么干什么。但其实想想看，战争真好吗？这世界上最糟糕的事情就是战争。但是我们今天可以不通过战争，通过经济的发展，通过自己的创新，你就可以影响一个时代，影响无数的人。今天你可以不当总理，不当部长，不当省长，你可以影响成千上万的人。你一个小小的软件，小小的功能，小小的 idea， 只要你真心的认同这个 idea 去做的时候，这世界就会发生变化。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所以我那时候创业其中有个想法，假如马云能够成功，80%的年轻人都能机会成功。我是真想证明这一点。小学我读了7年，真的啊，因为我们小学太差，没一个中学要我们，我们多读了一年。杭州历史上有一个小学有个中学只成立了1年，叫天水中学。这有杭州人回去查一下历史，天水中学我估计历史上都没有这么个历史。有一年我们的学校毕业出去没人要，结果这个学校就变中学吧，我们就变中学。啊，这是真事儿。我到高考考3年，很多人知道，考了3次，大家都知道。斯坦福，我连想都不敢想。但是我也很奇怪，斯坦福不敢想，哈佛我怎么申请了10次？走到今天为止，我觉得有的时候自己努力，生活在一个好时代，加上一批好朋友，加上一些好的机会，运气非常重要。没有运气你做不到这一天，当然你运气是等不来的，说我等运气不会来，走着走着运气自然会来。你真的运气是很有意思，运气是要就像要种在外面。每个人这世界上运气和财富是，我如果我你们有人相信上帝，有人相信菩萨，我现在还在 shopping around， 还没选好呢。有人说可能人的一辈子啊是注定的，你就多少钱，你要超过这个钱的时候，你就开始，你这辈子就那100万，你超过200万，你基本上倒霉就开始了。你的运气就5个，你要有第7个，你就倒霉就开始了。所以，如何你运气觉得多的时候，把它分享给别人，种在别人这儿，这个运气就像今天种下去的豆子，有一天会长出来，你还再有可能多一点。阿里这家公司其实很简单，阿里巴巴第一天起我们真有这个想法，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我们就想帮助创业者，没有什么，因为我自己创业太累了，用粗话就真他妈累，真累。没想过每一天都在担心有钱吗？每一天都不知道自己有一个客户来买我们产品，
真比亲爹还亲。他知道这小企业太辛苦，尤其在中国，当然全世界小企业都辛苦，中国更辛苦一点。所以我们觉得今天如果用互联网的技术能够帮助这些小企业成功，能互联网是有机会帮助小的 idea 变成现实的。没有互联网的技术，哪来的 Google， 哪来的 Yahoo， 哪来的 Facebook， 哪来的腾讯。今天如果说我们把那种技术能够变成每个小餐饮的老板，把它变得每个人有个小的 idea 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是好这个。到今天讲阿里巴巴什么帮助小企业，你们今天不是变成了淘宝，变成消费者。阿里巴巴，我在离开北京杭州到美国来之前，我在跟公司管理层再度强调，阿里巴巴不是一家消费者公司。我们第一天的使命，我们是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我们做消费者是知道小企业需要消费者。如果你要成为一家消费者公司，我个人觉得阿里巴巴的 DNA 并不是很好。这世界变化多快，你很难了解消费者的真正的需求。我们的小企业更了解他们的客户的需求。所以我们做一切的努力，我们已经开，我们所有的策略是 empower 我们的 power seller， empower 我们的 SME to support their customers， to support the consumers， 让他们用技术去帮助无数的小企业更强大，更适应未来的消费者市场的变化。所以我们不是一家，我们希望那些小企业能够用技术去跟大公司抗衡。原先大公司是有钱、有影响力、有关系。我们希望每个年轻人，只要你有 idea， 不需要一个 rich father or powerful uncle， 你只要愿意努力，你都有机会成功。我们说这句话很容易，马云能成功，大家都能成功，但是你真的要给人家有成功的 tool， 给人家的机会。今天很多年轻人动不动都爬到屋顶上说，哎呀，这个东西要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才能好像变这个样子，其实跟你们真没关系。我说了这个话，前段时间有人批评马云，你这个人怎么不讲政治体制改，我说你能改得了吗？改了又怎么样？而且说这些话的人绝大部分都有外国护照，说跑就跑，留在你那儿傻乎乎的跟那儿倒霉。把自己的梦想变成才是社会的梦想、国家的梦想。有的时候国家的梦想很成功跟你有关系吗？也未必。但每个人的梦想成功了，这个社会的梦想才会成功。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这辈人、这一代的人，我们经常讲阿里巴巴跟谁在竞争。以前我们说我们跟 eBay 竞争、跟 Yahoo 竞争、跟谷歌竞争，到处在竞争。我们后来发现我们只像战犯子一样，我们在跟上一代人竞争。We compete with last generation. We compete with the future. 和未来在竞争。我们这些人怎么看待未来？我们希望社会怎么样？我们希望我们关心帮助的人变成怎么个样子？如果你这么去做，这个世界可能会做得更好。有的时候活动是政治家要干的，绝大部分的活动是企业家干的，是年轻人干的。所以我们觉得假设阿里能够在这个社会的进步过程中做点我们能做的事情，变得更为现实。你不管有多大理想，自己能干是最关键，自己能做好。所以我们阿里巴巴变成这家公司今天的梦想还是这样。我们觉得这个市场，如果从商业来讲，从理想来讲希望社会进步，从商业来讲今天这个市场太大了。中国有无数的小企业，美国有无数的小企业，非洲有无数的小企业，只要有小企业的地方我们越有机会。第二，如果没有小企业，我们把大企业搞小。这世界未来工业时代是靠规模取胜，信息时代、数据时代是靠创新取胜，靠个性化取胜。大数据会促进把大企业搞小、搞惨、搞破，把小企业搞灵活、搞有味道。这是个性化的时代。所以我觉得我很高兴我们活在这个时代。以前说
我相信一点，阿里巴巴不会活到今天，但是 somebody will。我好像在公司内部的很多录像，因为我们公司很奇怪，从十多年开始到现在为止，所有我参加的活动会议，我们公司内部活动，我们都有记录的，都有这个 DVD 录在那儿，以备失败了被人家当案例查，成功了也当人家就当时这个决定怎么做。我说过很多话，阿里巴巴可能会失败，但是走阿里巴巴这条路的人一定会成功。我们失败，也许我们不聪明，我们没有变化，或者我们不变化的错误，但是有人走这条路一定会有人成功，就帮助无数的小企业。人家，那你帮助无数小，你不是去搞金融吗？哎，我告诉大家，阿里支付宝、阿里小微金融，我们还真不是为了挣更多钱。中国不缺家银行，中国有的是银行，而且银行个个都很大。但是我今天记得我最深，我的九几年刚刚成立的这家公司，当然今天还火，叫海博翻译社，为了五万块钱的贷款，我把我们店里面所有东西都拿去抵押了，还托了很多关系，根本就拿不到钱。今天如果说我们能够有技术，让无数的小企业不用担保，不用抵押，凭信用你就可以贷款，让信用等于财富，这是我们阿里金融的使命。这个社会人们的点点滴滴的行为都变成一种信用的时候，而这些信用能够变成财富的时候，社会才走向正能量。刚才讲一块钱是什么？我信任你。我相信我们公司很多同事说，乞丐也可以贷款。为什么乞丐不能贷款？只要他从今天开始此时此刻说，我愿意注重信用， Why not give him？ 但是你要真做这个，是背后是需要大量的技术，大量的思考，大量的 belief 在里面去支持他的。所以我觉得今天很有意思，以前改变世界需要用枪火炮火，今天改变世界是用想法加技术，技术是可以改变很多人的生活的。我们从没想过自己会，我最得意的事情，有的时候就现在我出去吃饭，这有人突然说，白云，有人帮你买单了，说，哎呀，我在一个酒店门口坐车过来，一个小伙子给我打开门说，谢谢白云，我在这儿打工，我老婆我媳妇儿开了个淘宝店，挣的钱比我多。啊，我有时候吃好饭，人家给我一只雪茄送过来，没名字的人，谢谢你，在淘宝上，在阿里上面赚了不少钱。这个是我们觉得对这个世界的变化。尽管我觉得很内疚，其实我啥也没干，我只是说大家往前冲，对吧？其他事儿我没干什么。这是个很有意思的时代，所以阿里也好，整个是希望能够做这样，在 Valley 也一样，无数的公司前赴后继，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人的生活。中国和世界一样，为了三十年，我相信世界是个动荡变革最大的30年。大家有真正的想法去做的时候，我相信在这个动荡变化的过程中，这是年轻人的时代。我今天到这里来，我特别就想感恩一个人，我感恩 Silicon Valley， 感恩每天晚上的路灯，感恩这个 bad traffic。traffic， 刚才说杭州 traffic 吧，今天世界上也找不到 traffic 好，在北朝鲜可能好一点。但我们会，人类总能找到解决方案，不是今天，如果你真想去解决，总会有一些方法。但是这些 fact， 那时候的 traffic， 那些 lights， 那些我看见硅谷的每次在餐厅里面聊天半夜在谈的人，没有这些的鼓励和激励，就不会有我们今天。所以阿里我们到目前为止发展的不错，我们会到美国来，我们希望加大这里的投资。这里的投资不是为了 compete with somebody， 我们还有一种感恩，没有这里，因为这个火花不仅仅美国的梦想在这里，不仅仅点燃了美国人，也帮助我们无数在中国传。我在美国没有读过一天书，但是我 appreciate，我感恩这世界上有的时候硅谷这个地方给了无数人传讯。但是有些这些火种放在硅谷点可能会点大，但是有那么多竞争，那么多零售，可能火点不大，那就点到杭州去。
有的时候雅虎这个 idea， 很多人说马云，你这个雅虎这个中国买的真不是时候，买了那么贵，我觉得一点不贵，重新来过我还会买。真心话。有的人和很多时候我马云做事人都一样啊，为自己的错误掩盖，哎呀这么想，但是雅虎中国雅虎那个 deal 对我来讲 means a lot。 我们只是没有想大家传统一样，买一家公司进来以后它成为了 a part， 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的发展，成为还在，我们只是把雅虎吃了消化了拿了。没有雅虎这个 idea， 没有那些工程师的思考，没有雅虎当年的思想，就今天不可能提到我们刚才 P4P 的广告平台。因为这个东西我那时候觉得放在搜索引擎和搜索的 P4P 东西，放在雅虎中国这个子宫里面太小，必须放在淘宝这个子宫里，这个孩子才会长大。今天很多的 idea， 中国有巨大的 market， 那儿不可想象，淘宝一天有1亿多的消费者冲进来，就半个美国的人冲进来 买你的东西，真是插根扁担都能开花。你没有想象中国的内三四线城市巨大的成长，你没有想象在这儿很多担心说哎呀这个担心那儿，其实你没跨过河总是东担心，跨过去也就跨过去了。所以我们希望在美国多做点事情，不是为了，不仅仅是为了竞争，有时候竞争是商业的必须，如果害怕竞争你就不要做商业，做商业怎么可能，当军人就不能害怕战争，做企业就不要害怕竞争，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到美国来，我们希望我们能够为美国的中小企业做些什么事情，我们希望为这儿的火能够点得更燃一点，能够这些火也能够老毛说的是吧，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把创新的 idea 在全世界能够铺开，这才是我们。所以今天在座的所有的工程师，如果你们能够有一天希望做点事儿，希望做点不同的事情，也许中国是个很好的地方。我不是替习近平讲这个话啊，我替大家讲这个话。我那时候有过选择，但是我后来选择在一个变化的地方才是我们发展的地方。欢迎大家来阿里巴巴 stay， 在这儿工作也可以，杭州工作也欢迎，最欢迎北京也可以 for a change。 第二个，这个我们敬畏技术，我们敬畏未来的发展。如果对我们已经够运气了，对阿里巴巴来讲我们够运气了， We are enough。 今天我们需要把这些运气种到更多人身上去，种到更多的地方去，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不会厄运降头。人不能太贪，我们已经得到了超越我们所有的东西，超越我们所有付出，尽管我们是比人家辛苦，但是我们还是超越了，远远超越了。所以我们希望更多的人能够 enjoy。未来的时代是变化多端，如果你今天想试一试，不是去战场上试一试，而是在新的地方尝受新的一种尝试方法， Why not？ 所以年轻人是晚上想想千条路，晚上早上起来走原路，对吧？决定要干，太干了，对吧？我跟很多朋友以前都讲过，明天都跟我出发去创业了，今天晚上想，哎呀不太好，明年我要本命年了。我说本命年跟你有什么关系？今天我去年还见到他，后悔的脸都吃青了。没有人能够 guarantee 你能赢，没有人可以 guarantee， 当然也没有人能够 guarantee 你会失败，很多人 guarantee 我会失败，很多人。所以我不太想说听天由命，但是这一辈子去努力一下，去尝试一下，去尝试一下改变，没什么坏事，好吧？谢谢大家，大家有什么问题我们交流一下，谢谢大家。